团团当爸爸。爸，这有个好喝的吧？你看，哎，这有棒棒糖，要不要棒棒糖？你看，你看这个，你看，爸，你把它喝了吧。这个能喝吗？这一看就是决策灵啊。想看你喝，儿子想看你喝，你不满足儿子的愿望吗？喝吧，爸爸喝。爸，你喝这个，你喝地上这个妈妈的奶，你别乱喝，你绿了。你在喷射，你想干什么？不是，我想试这个火旺不旺。你这怎么能行呢，孩子，不能这样啊！等会儿，不能让你进去，给你关上。你都要搞熟了，你都变红的了。你别管我了，不可以，不可以，等一下。那是我的观音菩萨，我是你的刘德华。